你猜？像康仁他们都有啊，他就有传简讯来，他有一点点开心，就是兴奋。他说真的，真的很开心。我说哦，是哦，谢谢。然后我说哎呦，开心就好了嘛。他那是第一时间没有知道，但他就说很棒，因为那时候还不在上班。他说哇，很棒，恭喜又入围了。他很支持我，就是他很，他说他每次看到我在讲表演的时候，那个眼睛是有火光的。那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男生，非常棒。这是哪里？跑跑跑！就是我觉得这是喜事啊，会公布，会喜事会公布。啊，大家不要急啊，我都没急，你们大家急什么了？